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饥荒联机实况。我们继续啊，上一期打了双子魔眼啊，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准备工作啊，为之后的这个实况啊准备了大量的木材啊。上一期我大概收了几箱啊，3箱的木板啊，其实后悔了，不应该全做成木板的。我后来搓这个怪物精华的时候，发现缺木头啊。这个在咱们的这个懒炉这个模组里的这个龙吟火炉烧木头的话，烧一个木头是一个木炭，烧一个木板也是一个木炭啊，这样烧木炭就比较亏啊。来看看我这个上一期结束之后都做了哪些事情。首先就是我刷了一波小偷啊，大概刷了100个左右吧。其实我们在这个正义勋章上是能看到具体的数字的啊。我总共是刷了740多次的坎普斯，5个克奥斯，170个仪式包裹，156个怪物精华啊，是这样的一个数值。我大概是从六百。哎，我现在呢来捡一下这个东西啊，然后中间还来了一次青蛙雨啊。这100多个小偷，我可能开了一小部分个包裹啊，但是没有全开啊，没有全开。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开一下，这俩就不要了吧，烂就烂了啊，主要是木炭要捡起来，其他的都不是很重要啊。木炭得捡起来啊，这包裹数量还行啊，还正经不少呢。啊，这还有这么多木炭呢，啊，这有一组怪物肉呢，那不行，那不行，那我得搓了啊。我还以为我没有木炭了，然后我就是又移植了很多的这个火龙果接穗儿啊，这个火龙果接穗儿家里有很多啊，家里有很多，我就给它移植了。我先把这些东西放地上，先放地上，我先把它，把怪物精华先搓了，怪物精华。然后进入夏天了，我们也是之前也说了，把这个自然已经关掉了。我看一眼，这边还有怪物肉啊，怪物肉拿出来继续搓。我之前是木炭不够了啊，现在竟然还有木炭，竟然还有木炭，那肯定得继续搓呀。搓搓搓搓搓，榴莲榴莲我们收起来，榴莲还有这些啊，然后这个捡这个捡。这四个火龙果要烂了，我给它做掉。这一期我的目标还是偏向种田项的哈，两个移植的事情，一个就是去，地底世界去拿更多的这个粘木桩啊，去回来做接穗儿，尽可能多的拿吧，能拿多少拿多少啊。然后一个就是去我们的，水中木啊，去把水中木移植回家，这是我这一期的两个，小目标啊，想要做到的事情，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希望能实现。这有多少个怪物肉？又是一组啊！一组咱得捡回去，一组咱得捡回去啊！哎呦，我什么时候才能有时空宝石啊？希望这次能多给我一点儿，多给我一点不朽之谜啊！来吧，我们来准备开了啊！我也不知道这是多少个包裹，反正总共就是这些啊，总共就是这些。我们来看一下，空白，这回的空白，我觉得我可以再换一波弹药了，再换一波，噬魂弹啊，应该够了。哎呦，我发现刷这3本书啊，还是得把这个三级传承带着，否则全被空白占了啊。未解之谜有一本，再捡。这还有一组肉吗？一个就算了啊，一个就算了。好，这些啊，大理石豌豆啊，有一本不朽，空白，空白，带上。空白，月光药水也是好东西啊！月光药水我们后边是有用的。怪物图鉴，月光药水，月岩。哎呀，行吧，这还有一个，又是一空白。看看一共多少啊？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不好统计，我们先把乱七八糟的扔一扔，这些扔一扔啊。不重要的先扔一扔，扔一扔，扔一扔。哦，没了，那就是1、2、3、4、5、6、7、8个空白。拿到了8个空白，然后3本书一样一本，啊，不算很多呀，不算很多，但是勉强可以吧，勉强还可以。哦，这边没有空白了，我又换了一箱是吧？
这边没有了，那我们再找一个箱子放进去。空白啊，不朽之谜，这些都是我还没有实验过的啊，所以我就单独找一个箱子给它放起来。没有实验过到底是什么的，有很多小伙伴私信问我说是怎么来看这个未解之谜和这个怪物图鉴，它到底是啥？我怎么提前知道的哈？其实就是先备份一下你的存档，现在计划联机这个官方给提供了这个存档备份的功能，在这个存档界面上你就可以操作备份一下你的存档，然后进到游戏里把这些书挨个按顺序啊，你给这个在你的箱子里自己编个号啊，1234567890按顺序去读，每次读什么的你就记住。嗯，同一本书呢在海上读和在这个陆地上读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啊，要区分着来看啊，然后记住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再找一张纸也好，找个笔也好，或者找个文档也好，你给它记下来啊，之后你就按顺序开就可以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啊，没什么复杂的。然后讲道理，夏天应该去钓鱼的啊，我就去年就上一个夏天就是钓鱼啊，我就这次不想钓。然后乙狮那边我没有去打乙狮啊，但是我去换了一大包的沙之石回来啊，因为下了青蛙雨嘛，我就去把这个沙之石全换了。嗯，所以一会儿还最好还是离家远一点啊，别被乙狮给踩踏了。我们出海都无所谓啊，出海倒是不怕的。哎呦，放不下了，各种放不下。现在咱们的各种物资都是远远一出的了啊。这个搁这里搁这里吧。好啊，我这里打包了一包吃的，是下地底世界用的啊。然后我身上带了这个沙之石和这个，还有这个，是用来这个在地底世界做这个塔用的，传送塔用的。再补一个吧，我怕我在地底热死啊，热死。走，我们下地下啊。啊，武器我就用这个触手尖刺了，主要是它耐久高啊。然后防具的话呢，这个就用咱自己的这个头，或者是搓这个搓女武神的头都行啊，都行。嗯，我没带铲子，但我带金子了啊，没关系哦，没带。出门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呀？没带瓶中月光。带了瓶中月光，不知道是不是普通铲子就能铲，还是我必须要月光玻璃铲啊？如果必须月光玻璃铲的话，我可能还得去趟月岛啊。瓶中月光，我有三个瓶中月光。哎呦，可能是得必须月光玻璃铲才行。我看我玻璃还有一些，那我们去做一些铲子吧。在最后用那么一两次塔娘啊，这个塔娘在我把这个强征传送塔给它铺完之后，我就之后就再也不用了啊，我打算给它找个位置放好就得了。我们再来做用几次啊，这里可以放一个这个强征传送塔，或者是在我们鸟场那儿放也可以啊，就放在这儿吧，我们来解锁一下，这边还有几块月岩啊，我们可以给它敲了。还是这个月光铲子用的量最大啊。要带上植物勋章，带上植物勋章才行。啊，这玩意儿要海带。哦，这玩意儿要海带，忘了，回去拿两个海带。出去下那个什么之前啊，下地底之前，还记得把鱼王给。喂饱了，我们能挺最少八天，但我们应该用在地底待不了八天啊。这次我不打算去清源谷，也不打算去打什么怪啊，主要就是去，当然猴子肯定还是得打的。哎呀，说到打猴子，可能还挺烦的，我要不要带着弹弓呢？打猴子感觉带着弹弓会好一些啊。然后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鱼人这里给他拦了一下，没有完全拦死啊，但是。现在起码鱼人不会往家里溜达了啊，溜不到家里去。这样之后我们换其他人就不用非得一直带着这个鱼人勋章就比较好了啊，否则一直带着还挺烦的。睡一个。来给你喂饱。这帽子我也得修一下。一出门发现事儿可多了啊。出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得回家。
我们多搞一些，多搞一些。行，差不离了，20个。我们去多解锁一些月光玻璃厂啊，然后修一下帽子，然后红木那边再拿一点吧。再次前往月岛啊，这种树好就好在夏天，它不会干枯的啊，不用灭火去浇灌它也不会干枯的，所以这个东西就非常好啊，固定几天一结，几天一结，就这回就真正实现，当然你如果全摘成火龙果的树的话，就实现火龙果自由了。当然我们不想只摘火龙果啊，大蒜、土豆、辣椒和不朽果实啊，这几个我肯定还是要弄的。周期性的给你长不朽果实啊，听着就很开心啊。我们主要就是做这个玻璃铲，这些差不多了，然后把这个海带打包放在这儿吧，省着下次来没有海带啊，我这估计是记不住的。玻璃我也留这儿了，全都搁这儿了啊。塔我们带回去，然后我们就下地下啊。这回直接传到下地底的这个口吧，传到这边。这个塔之后会用的越来越少啊，用的越来越少。哎，我刚才放那啥了吗？没放。哎呀，月岛的这个没放下去啊，月岛的这个没放下去，还在身上呢。得了，那下一次去月岛还得用它，还得用它，不用它不行。哎呀妈，吓我一跳，太吓人了！这舞台之手咱还没有砸，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小鱼妹下地底就完全不用担心蝙蝠去了，没有不用担心兔人的事了啊，咱不吃肉，咱跟兔人是一派的，都瞧不上那些哼哧哼哧的猪哥啊，瞧不上，下了地底就可以把蓝鲸勋章给摘了。我这里打包了十来个火龙果派和一些。和一些太妃糖应该够吃了。我们去等一等。我们先把塔放下啊，这里得放塔。到这儿吧。这也叫 home 吧。好像地底和地下是不共通的哈，所以这儿写 home 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绑定。这样我们回来直接右键这个就回来了，不下那脚。然后我们身上的材料应该是够的，我再做3个石砖，然后再打包一个，这样我们把这个放到远古那头去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移植这个詹姆庄，我们之前也说了，你或者是去挖这个月光的蘑菇树，但月光蘑菇树挖最好是在你把这个档案馆开了之前去，可能会好一些啊。我们现在已经开了档案馆了，再去挖那边的树有点不好挖啊，而且我们散空了再去那边也行，反正有点不太好弄啊。我现在的想法呢是去清蘑菇，我去清猴子那边，把猴子全清了，把全都给先挖掉啊。3瓶瓶装月光，2瓶花在猴子那边，1瓶可能会那啥一下，可能会到月光蘑菇地这边啊，这个想法。然后这个东西移植完呢，我们就立马出海去到，一是去再找8个饼干切割机的壳啊，踏水还没有做，有了踏水其实就很多事就很简单了啊。然后2就是移植水中木，移植我们的水中木地形。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啊。地底世界我们还有几个工厂要做，但是现在先不着急吧，这些都是后期的事情啊。可以做一个蜗牛工厂啊，就是自动搞蜗牛的，这样就能实现蜗牛甲的自由，蜗牛甲和蜗牛头的自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想搞一个猴子工厂，猴子工厂就是小肉和香蕉。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移植嘛，所以小肉和香蕉还可以吧，
小时候我们可以靠鸟场啊，猴子这个可做可不做，蜗牛这个的确是挺好的。铲子带多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包起来，我们19个包装纸肯定是够。现在是暴动阶段，刚好暴动阶段就打打猴子，也没带。我还刚才说带弹弓，这记性，真是服了，这记性绝绝了。应该再搞一个猴子勋章，强烈建议再来一猴子勋章。猴子真的是太烦了。这一片有一些香蕉树啊，这边的多，其实应该去这边的。但是这边的草我们清过一些了啊，我记得当时我烧过一些草。哎呦，这个老多呀！呵呵呵，我们现在好像没啥大用啊，胡子在连击版有啥用吗？好像真没啥大用，真没啥大用。便便，我要这么多便便干啥？腐烂物便便都扔下，这也不要。啊，肉我也不想要啊，香蕉可以带走，香蕉可以带走。我们把这里的猴子先都清了，我们这个心无旁骛的一只啊，否则他们烦的要死。哎，你们打，你们打，你们打。别冲我来啊！别冲我来，咱是一伙的，咱是一伙的。这边有两个猴子巢，当时没敢烧啊，因为怕到时候影响到那个香蕉树啊，当时没敢烧。哎呦，有点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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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有点热情了，有点热情了，要开火车了。哎哎哎！哎哎！假腰爆！节奏不统一挺难的啊！哎哎哎！不行不行！哇，剩8%。啊，还有这么多！我记得我旺达都杀了一波了，还有这么多！别来凑热闹，我没甲了。哎，这被他们一人咬上一口，我容易没啊！我不能浪。你看这还带滑步的啊，滑铲。我们不考虑啊，这边还有，哇塞，这么多，有点多了，有点多了，有点多了。这蠕虫不帮我吸引几个，我有点搞不定了。快走！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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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火车了，开火车了，往远古区开一开。这有点太多了，我还是应该带弹弓的。不带弹弓是个大失误啊，是大失误。啊，开火车了，还有20几秒，应该他们就缓过来了啊。开火车，开火车，日常开火车。但我没有头呀，我这被咬上了我就没了。看着点儿，可别往死胡同里走呀！你看这滑步，哎，我的天！啊，行行行，可以可以。
他们就是回去回的可快了啊。得，咱也别理他们了吧，咱就刻了月光开始准备弄吧。太烦了，弄完之后就可以把所有的猴子巢拆了。这没弄完之前，这猴子巢还不好拆。便便都给你们，便便都给你。来刻一个月光，然后再做一个斧子。哎呀，太讨厌了！别抢我这个。拜拜。太烦了啊！太烦了，神烦。哎，别打我，别打我，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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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多大球，多大球，哎，真讨厌，多大球呀，多大球呀，还能有烧家的球大，是不是？烧家的都没打我，行，可以了，可以了，别打了，别打了。别追了，别追了，赶紧砍啊！哎呀，还来，大哥！哎，没打死。烧！这还有一个。我最好把蜘蛛的勋章带上，把蜘蛛勋章带上，这样就不会下白蜘蛛了啊！能少数一个敌人就少数一个敌人。看看还有没有香蕉树啊？那边还有。平息阶段四分多钟，我还有一分多钟。一分多钟起码得把这儿的香蕉树移植完吧，咱最好可着一个铲子用啊，别换铲子了。木头给你，木头给你。这儿还有一颗，这边还有一颗。哎，我们有蜘蛛勋章，真是，我怕谁呀、啊？我有蜘蛛勋章。这里还有一颗。猴子窝还有吗？那儿还有一个猴子窝。不行，猴子窝太让人深恶痛绝了，一定要给他烧了。这里还有一个，点了。然后这边还有一棵香蕉树，剩下的我们都到那边吧，到那边，但是可能又要暴动。实在暴动，咱就只能等一等了，还有三分多钟。这才几个？这才九个，有点少。这瓶子有概率是碎掉，有概率直接碎掉，有概率是可以留下一个完整的瓶子。这不要了，我们换这个头吧。在地下还是带个头比较有安全感啊。然后包也拆了，该打包的我们打包一下。留两把铲子应该够了。这边香蕉树就比较多了啊，但是这边猴子也多。三分钟应该能搞定啊，三分钟应该能搞定。我们一个月光 buff 也就三分钟，尽可能别惹事儿啊，别惹事儿。弄完咱就走。
哇，好讨厌的，这边好多蠕虫啊！我还有四十多秒，还有四十多秒就要暴动了。哎，你再我挖一个行不行？太烦了，这也太多了，问题是。啊，强挖一个，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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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撤要暴动了啊，必须撤了。溜溜溜溜溜，润润润，润润润润润，咱直接传走了。行了，也差不多了。啊，这有二十个，其实差不离了，25个，可以的可以。但是那边没放那个远古那边忘放一下那个塔了。好，回来，回家。戴上我们的帽子，那这个月光可以暂时先留下来了啊，这个月光暂时好像用不上，有25个，差不多了，这火把扔了吧，没事，这也可以捡了。回家把东西撂一撂，然后准备一下出海啊。之前把风刺花的比较干净了啊，咱还得稍微攒一点风刺，因为出海要修船补丁。风刺还挺重要的，这香蕉我拿回来不少啊，香蕉拿回来不少。好，然后木桩我们先放在这边，先放在这边。一个、两个、三个。斧子好像还是有用的啊，但是月光玻璃铲应该是没用的。包括这个可以放了。怎么还捡了个大便回来？沙之石收一下，玻璃瓶中月光收一下。好，这些木头带着都是可以啊，木头这个还有吃的这些都带着。海钓竿带着。虽然我们不用钓鱼了啊，海钓竿用不上，不用钓鱼，没有钓鱼的需求了。好热呀，带个蓝天勋章凉快一下啊。这个风刺我记得修船补丁船上搓了好多啊，我暂时先不搓了，把蜘蛛卸下来。吃的够，我们去看一眼鱼王要不要喂点，好像就可以走了，可以带祖母板，然后可能要再做一个假甲小盘。鱼王还可以吗？再给你一个。我们之前用的是这艘船啊，这艘船还可以继续用，这艘船13个还可以啊，13个还可以，然后再捡一些浮木回来啊，家里的浮木不够多了，问题在于这个船上有点放不下，因为我还要放一假脚盘啊，假脚盘看看怎么做，假脚盘在这儿，两个木板，一个石砖。这组木头搁进去吧，一个石砖，两个绳子，哎，好，做一个假脚盘，但好像放不下来，能啊，可以放下吗？可以放下，那就不要犹豫了，那就走吧。这些放冰箱里啊，掌舵。还有什么要带的吗？可能带个暖石会更好一点啊，走去搞个暖石，咱这有冰箱的，搞一个暖石去。哎呦，这牛就不能固定绑在那儿吗？每次还都得跟着我。这暖石多少度啊？90度，为什么是白色的呀？暖石赶紧拎着啊，要烫死我。来来来，搁冰箱里先降点温，然后下翻掌舵走了。我们去的位置，一个这个水中墨
这里有一个水中墓啊，我记得这边水中墓离着近的回来的位置，我记得有块盐矿的。盐矿，我之前的盐矿是在哪儿挖的？我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水中墓，这里还有一个水中墓，那三个水中墓都找着了。之前盐矿可能是在这儿挖的，但我记得这块也有一个啊，我们去看一眼。哎呀，又有一阵子没出海了，心情很是激荡啊！不知道这次要翻多少次船呢？赶紧把修船补丁先放在身上，这样比较有安全感。哎，别，把箱子关了。哦，这边。木板儿，补血的，修船的，手上再拿个桨。海上基本上就没有啥危险性啊，除非运气不好碰到斜天翁，有点烦。哎呦，咱碰到斜天翁真的是有点烦啊，这没有鱼人帮助，咱可能有点打不过他。最好就见着就走啊，就走，别跟他正面，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大可不必。得多拿一些这个无花果回来，因为咱们的这个水中木移植回来，要想长大的话是需要施肥的啊，不施肥长不大。这也是我第一次移植水中木啊，我大概知道是个怎么个流程，但是细节也得摸着石头过河啊。高血压的地方大家就，哎呀，都习惯了是吧？看到这儿的还有不习惯的吗？都懂，都是小事。你们这低血压都已经被我治好了吧？再捡几个瓶子也不错啊。这浮木可能还得是去月岛上砍一砍，这么碰还不太好碰呢。我记得好像是这儿有一片盐矿，哎，有一个浮木，遇着就捡啊，家里的都花光了。哎，哦，忘带石斛法杖。石斛法杖这个东西在海上牛啊，这捡东西多快啊！忘带了。我们先去水中吧。哎，水蜘蛛吃不吃蜘蛛勋章呢？不知道，带上试试，没准带了这个水蜘蛛也不打我呢。啊，没到呢，快！先下锚，别闯！哦。哦，极限位置停了下来，开船技巧有所长进吧？哎，夏天没有自然，出来是不是海上浪一浪，多凉快？还可以跳水啊！我们小鱼儿是可以玩跳水运动的。这个大饼船上是有一个地方，你看可以伸出木板，我们可以跳下去的。但一般人没有这么干。小鱼儿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暑啊，可来解暑。先把船修满，比较有安全感啊。来，大一点。哎，这一个帆跟两个帆的速度差别还是很大的。收回吧，别一不小心掉下去了啊。我们收帆吧，收帆，但是好像要撞一下中间的这个木头才行，就是没有初速度这么滑过去，能掉种子吗？这会打我吗？见证蜘蛛勋章的时候到了，哎呀，不打我，吓死了。贴贴了一下。哦，撞下来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个东西啊。刚才撞下来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个。我们去夹一下啊，去夹一下。哦，这个东西掉浮木啊，那不错呀。哎呦，我们尽量的把这个什么多拿一点。哎呦，
太远了，我们近一点，近一点。能不能夹下来？不公平！好像是没夹到啊。往这边一点。再来呢？不公平！在哪儿啊？看准了一点。这儿啊。哦，好像夹到了，这回好像夹到了。哦，哦，这个是啊，割的树果啊，应该就是这个。我们搞两个吧，一个可能太少啊，我们那边那么大一片呢，可能得搞俩。哎呦，船上现在有点满，晚上有点黑啊，我们优先先去摘这个无花果，摘它个十几二十个。哎呀，这水蜘蛛好烦啊！看着，我最怕我一不小心打着它。这晚上看着阴森森的，这里。这边还有一个树啊，我们撞一下这个树吧。不撞砍行不行？不知道啊，试一下，能砍吗？好像不能砍。啊，没有砍的这个方法啊。好像就得撞一下，初速度不够。先把蓝鲸卸下来，这不行，初速度不够啊，我得离远点撞。好，撞一下。掉东西下来了吗？哦，这边掉了一个，这边掉了一个，我看吧。这树有点挡，我们砍了。那砍了我们也过不去啊，只是掉一些木头而已啊，砍了我们也过不去，还是得滑过去。哎呀，这个东西好挡我呀。这好像也不行，得绕过去。无花果才捡了俩，这不够呀。嗯，在这里可以看到啊，应该是，哦，没解锁，看不着。有这里边有个树肥啊，哟，从树根底下穿过去。来了，我们再夹一个疙瘩上来啊，叫什么？割的树果，那这玩意儿咋种呢？扔到水里就种了吗？要移植新的水树。哎呀，下来那么多膈应人的玩意儿，嗯，好恶心呐！夹一下。没夹到，再往前滑一点，再夹一下，还是没夹到。哦，在这儿，在这儿啊，看到了，在这儿不太好对。嗯，我最怕我一不小心打着他们，难受。好在滑水是用右键啊，不是用左键。哎呦，这不好夹呀！这可能要把船掉个头才行，这个位置刚好，这大扁船的大小够不着啊。做一个桨，嗯，这样呢，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但是这船没法掉头呀，我不好掉头。
不行，这也夹不到啊，这也夹不到，蹭不过去啊，咱这个盘不在正中间，蹭不过去，或者这样蹭一蹭，在这个位置。不行，过不去啊，过不去。藤条能不能让我踩一下？四个也不够呀。那我们换个角度再撞一下试试吧。船的血还有啊，还可以，修一下。换个角度撞一下，看能不能再掉下来一个。哦，离远一点。没有，就这一个。大哥，非得夹这个吗？这我夹不着呀，这棵树的这个根顶着我呢。我除非出去给这船掉个圈儿，掉个头，我可能可以。可是这也太难了，这个蜘蛛卡这儿。我们绕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夹啊。绕一下，绕一下。哎呀，暖石热了，放下去。哎呦，这要没有蜘蛛勋章，来一指一次还挺恶心的啊。这个东西可以烧吗？这么多这个水蜘蛛，好。修，一个小树枝能回13血，非常的便宜，非常的便宜。血量不值钱啊，不值钱。再来一个，能不能我再夹一个了，哥们儿？我刚才好像听见什么掉下来的声音，但是天太黑了，看不太清。天亮了，天亮了，看有没有。实在没有，可能就先算了啊。
不行，最好一次性给他整到位，这不一直一次性捞两颗，再划出来又不知道啥时候。哦哦，是这有一个吗？我试试根，是这棵树撞了一次，所以撞不下来了吗？我们再撞它一次。哇！撞太轻了，哇，没啥用，每次都有猪猪下来，感觉有蜘蛛下来应该就是撞成了啊，但是又没有，不知道是不是一段时间内它只能掉下来一个。如果是一段时间只能掉下来一个这棵树上的，咱还没捞着，再撞一次能下吗？再撞个动物下来看一下。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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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这个角度夹一绞盘好像可以了吧？试一下，试一下，我们也算是绕了一圈了啊，看看算不算掉了个头。过了，过了，过了。啊，过不来。嗯、啊，我做把铲子，我能把这个东西铲了。不能，不能铲，真难受呀，真难受呀。主要是咱这夹脚盘，我每次其实应该习惯放中间的，这次是因为咱这船太满了，没放到中间去。那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因为它离这个树太近了，我们凑不过去。再试最后一次啊，不行就没辙了，咱就去找饼干切割机了。哎，有点细。有点细，大概在这个位置，就不知道它的判定是松还是紧呢？这能夹着吗？啊，夹不着。我再回来点吧，这边滑不过去了。哎，夹住了，夹住了，漂亮！好，那这个就在这里待着吧啊，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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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盐矿啊，盐矿，我猜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一个，去看一下。走了，舒服。但是这玩意儿怎么种到水里，我还不知道啊，回家试试。不可能是直接扔到水里的吧？是直接扔到水里的吗？哎，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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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哎，这是奶奶写给帝王蟹的情书啊！这些瓶中信全都是寄居蟹奶奶扔给这个帝王蟹的。咱珍珠奶奶跟帝王蟹是一对儿啊。结果因为某种原因啊，这个奶奶一直守在这儿等他回来，他就是不回来啊，他在那儿当 boss， 他在那儿沉睡。好像是这片啊，好像是这片。我上次这样滑回来的时候，结果看到了个角，我们开的大一点。我就不开翻了啊！这无花果9个，哎呦，9个好像有点少，但是等咱把踏水做出来，这个无花果就比较好摘了。这个倒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在这边啊，看到了。
我看到了，在这边。那我们还是下锚吧，下锚收帆。这一片，哎，八个壳应该可以啊，应该可以。然后咱再收一波盐矿。这盐矿长得真的是挺慢的啊，真的是挺慢的。之后我们有了踏水，就可以水上来无影去无踪啊，来挖这个矿。哎呦，鲨鱼！哎呀，鲨鱼还是别跟切克机一起来吧，有点烦啊。鲨鱼有点烦，鲨鱼讲道理真的有点烦。1000血，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啊。再做一个头，主要是他会打我船。来了，你怎么着呀？你跑了？因为被我吓跑了，是因为我是个鱼人吗？还有这种优秀的待遇，还能吓跑鲨鱼？魅力如此之大。好，差不多了啊，就这样了。我们挖掉了一个金镐子，也就挖了啊。之后再挖，我们就靠踏水了啊，就好弄了。我们调整一下船的方向，放帆，回家看看这水中木怎么移植啊？哎，怎么还有搭便船的呢？什么鬼？这壳还掉外头去了，好气啊！壳还没捡着，壳还没捡着，木头能不能捡一个？木头能捡一个。好，那边是3片盐矿连在一起啊，之后去挖盐矿，我估计就来那边了。但是盐矿长得很慢，要很久再长一次啊，13个壳够用一阵子。回家。这个东西我得看一眼啊，怎么移植？好期待，好期待它长成参天大树的那一天啊！哦，来了，回家了啊，回家了。这船停哪儿呢？停这边吧，停这边。下锚。好。然后这玩意儿怎么种？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种就差不多了啊。我看一下。先拿暖石。哎呀，黄了，黄了，没事啊，黄了可以撒一个叶绿的那个粉儿，就又新鲜。那菜，我觉得在这儿就可以种了啊。那这玩意儿怎么种？这就会长出来吗？这样我来施个树肥就能长出来吗？我们先别着急把这个船开走啊，我拿着这无花果去种一下树肥，看看什么情况啊。是这样就可以吗？先做个树肥试一下啊，不行我再去查一查。树肥，看一眼，在这里。啊，有格鲁姆粘液，这么贵，2个无花果做一个格鲁姆粘液。格鲁姆，你产粘液了吗？产了6个，6个行，6个行，2个、3个、4个，4个不知道能不能长大呀？不知道啊，先搁这儿。先试一下啊，试一下看能不能直接给它施肥。哎，能施肥吗？好像不能。我去查一下啊，查一下，稍后回来给大家看。哦，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么移，没那一错啊，就是这么搞的。那我们可以稍微的把这个地方再放的离岸边近一点啊，否则我怕它这个。长出来的树荫会笼罩不到这边就不好了啊，我们再往这边靠一靠，种我们岸边吧，就是这么种。那一棵打算种在这位置，另一棵我可能考虑要种在这边啊。
但是要等它生长到第一个阶段之后才能施这个授粉啊，现在施不了，得等它长起来。就是说它刚开始长起来是那种小水中木啊，就是我们在水中木那儿见到那小树，但那小树自己是长不大的，我们要给它施这个授粉，它才能长成那种大的水中木啊，才能长成大树就可以了。看一下位置啊，感觉这儿差不离了，差不离了，嗯，可能还是离岸边这边近一点，可能两颗还是太少。我的想法是整个就把这一片啊全给它罩上，给它罩上，这一片全给它罩上了，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种效果。我先把东西往里搁一搁，瓶子我们拿出来吧。嗯，哎，也别上岸了。对，木头搁进去，然后我们直接搬，要把它装到这个绞盘上啊，然后扔到海里。哎，这就算种下了啊，这就算种下了。行吧，那这已经种完了，走吧。几天没回来，鱼哥想没想我？饿了吧？饿了，赶紧吃，赶紧吃。哎，他吃新鲜与不新鲜的好像没差别啊。哦，还是有差别的，还是有差别的，没加满了，没加满，行，就这样。哎，然后我们把这个踏水勋章做一下啊，期待已久了，我已经等了太久了，这个踏水。白空白先，这俩先扔里。毛，这个，再拿上我们的三级传承，没用的先往里搁一搁啊，往里搁一搁，带上三级传承，哎，踏水勋章，其实可以用建造护符的啊，我们省一点饼干切割机的壳吧，这饼干切割机的壳不太打一次怪费劲的，省一点。来踏水，哎，这就好了。至于这个帆啊，这个帆可做可不做啊，想做就做一个，不做就算。哎，有了这个勋章，我们就可以踏水而行了啊，踏水而行了。嗯，先修一下，先修一下帽子。你看切割机的壳搁这里吧，盐矿收一下，盐矿。三级传承，哎，放不下了。弹弓我们拿出来吧，弹弓和弹药盒拿出来。来，我们来表演一下踏水而行。踏水而行，你在陆地上带这个东西是会，它是会一个红色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明，亏耐久。然后我们带上以后呢，哎，就可以水上行走了啊。站着也不会，但是站着不动会掉耐久啊。站着不动的话，它这个就会变红，它就会大幅度的损耗耐久。你是在水上这样正常的走呢，它这个耐久消耗的就很慢啊。所以你站着不动就很亏啊。那有了这个玩意儿，是不是这天上地下哪儿不能去？我们去走到月岛上去放一个这个传送塔啊。我看看走到月岛上要花多少的耐久啊。所以你只要记得上了陆地把它给摘下来就可以啊，然后应该也是用斜天翁那个羽毛吧，应该是用那个羽毛来回耐久的。我们其实能真的用到踏水的这个时候并不多啊，并不多。但讲道理，有了踏水，其实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考虑走位打帝王蟹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打帝王蟹就是用这个筋斗云啊，用的神话书说的人物 mode， 用筋斗云飞在天上打的啊，飞在天上打会简单很多。哎，但我不知道这个踏水如果被帝王蟹给冰冻了，复就是融化了的之后，是直接沉海里呢，还是还可以在水上站着？这我不知道啊。如果有人用踏水打过帝王蟹，行啊，咱鱼哥不会淹死。但是勋章掉地上了，
你摘早了，摘早了。咱愚昧不会淹死，这要是别人的话，会亏好多血上线的啊！啊，话音没落我就掉水了。嗯，这回降很多温度啊，那也不错吧。叫 Moon Island 月岛。行啊，回家。好的，那本期视频的内容也差不多了。这一期主要就是做了踏水勋章，然后给我们的这个水中木终于移植回来了，但是距离长大可能还有一半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勋章是不是拿这个羽毛修啊？啊，是的哈，拿这个羽毛来填充就可以恢复耐久哈。好的，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大家拜拜。